Yeah. Yeah.半选半选半选，速度速度速度！哦，新西兰现在是12点啊，还是11点？有点晚哦。新西兰现班，不然他们打不了 HD 啊！啊，应该是没有第二个人。HD 班了。完了，办 HR 吧，别装了。FME， yeah。看得到啊，能看到，能看到。怎么汉堡不去打儿时，跑来这里看太古？能梦三，怎么点了个 TB 啊？先上最简单的，大陆2小时后吧，8点，好像9点半吧。问号国对决大概1小时半过后吧。西恩呗。
明天放假了，这个，我靠，明天放假了。哎，又要可以听到熟悉的和田东 combo 主持器了。打万套国。打福建对面的那个。Jack 先给一点可爱，问题不太大。得看看新西兰稳都稳不住了。哎，你看一下子就稳不住了。这图也不怎么看高速能力啊。哎 ，Spacey 怎么掉这么多啊？都掉到九十八了。做好的最简单的图，结果给可给的有点多啊。手没肉起来吧，他就是。他一直在打慢呢、啊。天一条是往右移的。左边有。哎，不显示了。来了和给卡、啊，杰瑞格这么猛啊，99.92啊，这么猛。Jerry 打这种数值啊，真牛逼啊！哎呦，好像有人爆了可啊，一大堆耶！打手就是手都没热起来。哦，接着给了一个。啊，手没，哎呦，手搬不住了，睡觉了。没了，大底分。大家伙都整挺好的，怎么到你就拉了胯了呢？唯一能赢的都输了。你要不选个 HD 吧 ，HD1 吧。
诺莫伊。反正这轮没什么人选 tech 哦。这是败者组，胜者组吗？哦，对，败者组，应该是胜者组。因为全是败者啊，那没事。哎，这歌在 Mania 那边也有吗？查一下。没有啊，查不到。射手要想掉还是挺难的。这图削弱过，哦，居然有削吗？应该是削弱过，我之前打过。最难的地方削了，反正是。哎呦，这的断了，这轮断的呀。那你甚至都不是一个反手，这边这个处理方式有点像威嘿嘿。这图 ACC 是有点难，不过也比上轮要简单一点吧。哎呦，又断了，杀死掉了。给也掉了，还有走着掉了。蓝兵这几个爆发大火全掉了，哎呦，太惨了。哎，这能拉回来，这也拉回来了。这的下面 combo 分起来了呀。没了。
Jerry 应该可以会开双吧？哎呦，这个作曲的一搜，那个他的名字全都是太古图。哎，是这样的。那个。哎呀，那他们掉了呀！然后他们，那我只能说好难。上一轮那几个人都没掉吧？好像。马来，别装了，选 DT 吧。又在提升裁判的怒气值。这个裁判好说话的，还可以。啊，那么稳，哎，那么稳，哦。狠的来了。狠的要来喽。哎，这图看看大火打得怎么样啊？五甲上来，哎，KK 这个图有没有打呀？这么牛，994，我靠，666。我都不知道他写的啥东西。这基本大上号约开。等于。读图大赛，哎呦，他塞的 snap 很怪，这。感觉要背呢，给我练。哎，Gimme 是要稍微背一点点。哎，Mookie 先掉了。嗯，他那几个二连摆得很搞。反正我这里是听不到有任何二连的要素，可能只是为了难吧。哎，不是这样掉的，这也算是一换一吧。
分数再往回拉了已经。啊，这低速顶不住啊！顶不住，大伙儿。SPA 好像这个，哎呦，啊，补甲 SC 给的有点多啊。补甲就送的，而且这里的长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塞一个音符，就故意藏给你藏一个，就是没别的。按图的质量来说的话，我感觉其实这个像是为难而难的东西，差不多。这里塞三连还可以，又是低速端。哎，我给送了一下，不要紧，快结束了。好像又给了。没了啊，两个 S 这么牛，两个 FC 呀、啊、2比1可以接着选图了。这牢终于做完了是吧？FM2 可以，那么呢应该也是两个吧，我不知道 Jerry 会不会开双。Sense 上来了，那 Jerry 可能会开，还真是。我了个百分百掉。大家来看看 mode、啊、Jerry 果然开双了、啊、Sparsy 也跟着开，都开双了，都有开双的。
这把逮捕一下 James 啊。哎 ，Jerry 掉了。这还是有点快的，一换一了。Z的这 ACC 顶不住啊！啊 ，Zens 果然被逮捕了，两个人都被抓到了，啊、完了呀！啊，继续看一下 Zens 啊，我感觉他还会掉。哎，Z的、啊，果然掉了。有点病友啦，兄弟。海波好像在这 ACC 顶不住啊，他还不如不开呢。那只能继续忘记这样子了，但是后面不好掉了，好像又掉了。那给机会不，给机会没抓住。哎 ，Jerry 掉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分给不回去，分给不回去。Spacey 打了这么好的分，结果没赢。这头89真的不应该。确实。Jerry 直接开夸了，果然 DT2，迟早都是要选的。听着就很 PP。哎呀，这的这头应该顶不住了呀。Spacey 估计他的手也是没热起来。哎，居然是完整版的曲子。哎，我这个话筒收音真的好，我服了。Shine.
哎，都漏上来了。我操 ，Spicy 这么怂吗？不至于吧？来了，不过也是战略先休息也行。阿伦诺立马就给了。Jack 也掉到96了。他没 FC 啊，早就掉了。你就是92。他就是来带坐牢的，哎呦，绷不住了。啊 ，Jerry 还真屌啊！后面很累呀、啊。95 FC 也行，再来两张图下班了。哎呀 Spicy 这好缺德呀，找个小弟上来带坐牢。他跌了。啊，新西兰也没啥好选，瞎选吧。HD 一吧，要不就还能打打。FM 三也行。This is the story of an ordinary man. What's up? But he
二分三。Jerry 这把开不开？我感觉他不会开。这怎么不在打了一分钟选呢？选完了直接带走。啊，不是啊，新西兰选的，就是。哦，那就是预言我们要被带走了。不该开了。开了，该开了。哇，十八这么牛逼，开双啊！这图开双有点难。哎呦，高速太惨了！低速断奶，低速断奶，真是 ，Z 的也掉了 ，Jerry 也掉了，掉光了。Z 的这掉的有点多呀。是不是要给回去了？哦，我才发现，哦，给不回去了。开刚才 FM 他要是也不开，可能也赢。看 Jerry 掉不掉啊？高速，哎，没掉，备注了。看最后一段高速，有点快了，好像240的速度大概。然后全给回来了，全给，然后全给回来了，笑死了，我操！全部不大了。哎呦，太有戏剧性了。
这的是怎么掉了这么多呀？中间有段崩了，好像，然后后面也不太行。Countdown, ten,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Let's go. 马达应该是 Noble 四吧。我觉得可以。怎么还不选呢？要攒一下裁判的怒气值，也是每次都得找个裁判过来问一问。HR， 啊牛啊，这么牛逼！那他们第二个人谁打 ？Mugi 吗？加凯来呀、啊！哎，纽西兰上来了。嗯，那新西兰来了，新西兰的新西兰。开了开了，这图原来 OD 只有五，原来的 OD。那估计 HR 之后只有七，七也很低了。哎，怎么声音突然这么小？因为前面声音就是小的。哎 ，Jerry， 这犯罪了！哎呦，送了！我觉得新西兰跟 SPA 应该不会送了吧，对吧？啊，这不知道。按照上场的表现，确实是不知道。全都给回来了。哎，纽西兰算了。一万一还可以。哎，串子来了。哎，纽西兰顶不住了，顶不住了，记了。Swass 也掉了。哎 ，Jackie 也掉了。啊，这串子不会，确实没办法。啊，一换一，哎呦，一换一，啊 ，Spacy 也掉了，那没事了。这已经送完了，送完了。前面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崩了呀？五了。
满蓝后估计他们后面的图已经顶不住了。哎呦，这奇迹蓝是不是累了？打这种 HR 确实容易累的。没了，马来西亚拿了一分，胜出。Jerry 就这分也还好，挺高的。你回来啦，比完了。那等下一场问号国。对，问号国对决。